哪家车险有内涵？平安呐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千万车主的选择。有福利就更好了，你看在线报价就能抢考拉公仔，平安还送名牌移动电源，快打400-920-6807也能参加。买车险就是买平安。7号下午，广州公安通报称，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医师因抢救无效不幸辞世，享年60岁。嫌疑人是陈仲伟之前的患者，因20多年前做的烤瓷牙颜色变黄，索赔不成后行凶。最近几天医患关系紧张的新闻比比皆是，除了几天前大学生魏泽熙的死亡，6号新华网报道，安徽一男子去年在徐州医院复院做胸腔手术后，在多家医院检查均被告知右肾缺失。徐医复院昨发表了声明称，该报道内容严重失实，并且贴出了术后2次 CT 复查图片，均显示右肾存在。徐州市卫计委获知以后，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该院。近年来，我国医患暴力冲突呈现井喷式爆发。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，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。如今患者杀医已经不是什么新闻，而患者辱骂或殴打医生的事件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上演。中国医者人人自危，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需要在心里提醒自己，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尽管此刻彬彬有礼，但下一秒钟就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，轻则把自己告上法庭，重则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医患曾是社会里最亲密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关系之一，但为何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变得如此的脆弱甚至可怕呢？医生和患者之间为什么互不信任互不理解？原因之一就是当下医患已经部分异化为一种金钱的交易关系，病人觉得花了钱就一定得把病看好，而在前一轮的医改中，政府已经把医院推向了市场，过度市场化势必偏离医院的公益本性，在一些医生的眼里，病人异化为一张张的缴费单，再加上看病难看病贵，医院里人满为患，排长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，高昂的医疗费用压得患者喘不过气来，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？其次，医疗腐败损害了整个医疗行业的形象，医价依然虚高，药品从出厂价到患者的手里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与此同时医生收药品回扣收红包，医药代表曝光医药用品进入医院的公关内幕等负面丑闻不断，让整个医疗行业和医生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。最后是部分医生的素质不高，医德缺失，态度恶劣，不愿意和患者耐心的沟通，成为压垮医患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些都让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职业。表现最为突出的是，中国已经出现了医不过二代现象。根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职业状况调查，中国78%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，他们常常自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医学生学的比别人多，花的时间比别人长，从5年本科到3年硕士，从实习医生到住院医师，人家30而立，而医生30岁才刚刚起步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他们不仅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而且还要在一起起杀医血案中评估自己的职业风险。如何让医生活得更加有尊严呢？医务人员与我们所有人一样，都有理由以合法的形式拿到合理的报酬，但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，唯有中国的医生靠卖药来生存，其公信力自然遭到了质疑。目前医疗技术服务价格严重偏低，而药品耗材价格却普遍虚高，医生付出的劳动无法从技术收入中得到补偿，只能从药品和耗材里获得。可以说，不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将医生逼近了不仁不义之地，这与其说是医生的道德缺陷，还不如说是制度的设计缺陷。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有加速推进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，加大政府对医疗的投入，拓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，解决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相对匮乏的问题，这才能实现医患和谐。新闻生活，我是熊毅，感谢订阅收听，明天再见。